心有清净啊，即阵心明啊，咱有降灵啊，回神啊，这是咱在世出定，这是咱禅定伫咧，咱才有这个气啊，流通啊，这个心明啊，将着先天的本意。就在我们现在身躯内底，这才是我们通的自然生，灵魂的天意啦。就在我们现在清醒的脑神，元灵显露的天意啊，顺着我们清净落心，真发这点开。咱见的是即马清澈清气中，咱的心真元的本性，显露稳定的神，上天的灵性，转咱心头啊的安宁啊平静啊，这是咱最主的天意啦。嘛是咱即马清气啊、平等啊、真诚啊、自信啊、自卑啊，即种正觉通啊，就是要咱回到咱即个心啊的清气上，无妄念啦，无乱想，是咱。顺着先天理啦，做主拢是心清的落来，啊，咱心造这种明理啦，因为后天书啊，先天的道理啊，真源的天意啦，落伫咱这点定性，话讲。咱来读经，不如来念咒啊！念咒不如啊，来唱一个神调嘞安尼啦。这个磁场会吸咱这祖先一灵啊，浮起来啦，上升啦，迄个自身啊，迄个气氛啊，迄个气味啊，会当甲揪起来啦，提拔。这是咱咧讲的灵性啦，归落来现世的清净啊，灵伊爱咱纯洁、单纯啊、洁白、明白啊，是咱一点通啊，这个灵性，假是心通啊，启发心啊。心啊，入虚空啊，这个空通啊，是咱即马这个能量，咱的一心腹内啦，会当讲出着咱所接的这种能量啊，这种气味啊，这就是咱的道处味素啊，咱才会当将着这个源。显露是上天地，修持啊是补家己的缺失、缺陷啦。这则是咧讲的通灵本意啦，恢复清净咱的心，灵源的天性，落伫安定的心神，无形这条灵气。因咱顺当来的心理啦，我有随波啊，这条灵性现伫咱的心啊，这呢安静啊，有咱这条先天地，咱造母娘啊，这呢顺时啊，现落来这条心。咱只有对灵啊，遮尔啊清，
原天的本意，造定咱的心理啦，恢复先天这尊神，咱伫明心这么自在，现咱罗灵这条线，顺着先天这条灵架，现伫咱心头这个灵性，规粒壳壳这个脑中心，这是咱元的天理啦。金宝啊，这个大能源啊，大能量啊，是伫遮修筑啦。我要来运用运作，只有咱即马这个脑神，你这个心啊，的专注力，这是咱引导咱的灵归性啦。啊嘛是咱即马这个魂为主啦，现咱清体无形境，归到元天老母心，导咱一条先天理。向咱清罗性，归到先天这条灵，来徛正咱的母心，兑现咱一条灵魂，因咱心的运，真元天意罗性，转咱内定安静，顺着法来生，稳定。咱的天意接受到天光，咱的元心是咱主要导咱灵恢复法界无牛心，咱有这条灵元的灵气，再来讲顺驾咱的天神，咱是内外这个天光，外天光。就是宇宙这个能量，予咱来用，转入到咱即马个人的小天宫，这个囝是咱顺着这个天理，开发咱的脑神经，铺地清楚咱这条神，灵魂显明拢是你，道甲这么清楚。咱的脑底，灵元现世转罗明，咱来归到现世中，上苍的天意，咱只有顺驾罗心，灵元有无这点气，咱回到正法无牛心，是咱主要通天灵。咱见到元天老母性，顺着这条先天理，咱有稳定现世生，灵魂伊的法界，只有清净中咱的灵气。我爱顺着通灵的心，才有这么稳固阿母啊的心，灵魂伊的灵性。咱爱顺转来这尊神，上天伊只有定住，咱即马这个气流，通咱的心合住，真元真意脑中理，恢复正元传道理，都在心中显露去。咱爱注定接天神，灵魂有无应法界？度到清净自然在，灵元灵性归天理，调咱复始降级，照体无形降落来，清点自然显会开，灵元本意静落心，拍通脑中降神，灵魂一点满天意，开元转驾落心理。恢复正元天灵来，转灵合诸神自在，开落这条先天意，
回报啊，定法是家己修咱本源这粒子，咱才会当见缘。这个种是咱母种，是咱的原种，是咱的本种，是咱的因种。这就是通灵的主要线。咱这个心要有继续圆满，是咱用着这种灵气，让你这个心得到顺势，增援这个灵性，口中这个本性，这是咱照着先天的调调。今日要讲的是声调，这个气通咱的吸力，咱才有这么大的力量。能量，让咱有这个效益，让咱有这个效率，这就是咱效法老母啊，伊的灵性。这个缘的情境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老母啊的智慧水，就是甘露水。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元，阿母啊爱洗咱现主时这个心。所有的乱，是咱铺上先天地，清点落灵满意，灵源灵性归天元，脑表开落正天心，灵源本意顺咱爱，点醒落家上自在，归落清体咱的灵性，化为无缘。这个完整是咱这条先天的气流通在世间，咱的心，我以清道心来讲到无这条灵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现在咱顺家这条心的灵魂的天理，打通脑海老母心。做主安稳咱的天意，化开各自灵机啦。守在无形这个灵性，庄严这个天顶。老母啊，这条神伊的本性，咱有照着实际这个天理，上界源头这块天地，这是咱母娘的天性，庄严体。伊个生能，顺着这点灵性，化开元神呐、啊，出定。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意，回转元尊、元宗啊，这个天理，真元本意落灵，牵加我心顺意，灵元堕落现世境。我只有向着内定，根本啊，这条心灵魂闹自在，正天呐、啊、有咱的灵气，我爱顺家献罗神，将着这个无生伫咱即马这个心中，有这个神的精这么霸，我爱实神足出虚空。这个体会，上苍爱有我有真，我才会当讲出家这尊心灵。这是咱原体回报伊清净啊，咱即马这个内心啊的本性啊，有咱这么顺的天性，这是心留落来的天命，各有清体。元天神顺着母娘这天气，我有稳定这个天，再来讲顺家咱的心，有咱这条先天意，咱只有大母罗灵机，真元出家是天理，落地元灵则是母意，将着清净。这个天界，浮在咱的内境，正神在在。这是咱顺着一点气，
在世间修诸，咱即马即个脑机，这是慧能倒转来，原天原性，老母啊，即个生长，这是咱原来的精品，即个质的优良，真源本意的天性，落伫顺家这条心。我有慧珠金母心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因咱顺家咱的本性，灵魂的灵气，咱只有向对先天，是咱本源这点性，是咱来悟到清净。这是先天的灵气，咱行佛的最主持，守住咱的天元，落伫心头这根气，是咱无形的相貌啦，生伫咱现主持的基地啦。我有这点灵气。世间讲的是案例啦，咱才有这条先天的本意啦，悟到正缘开天啦。灵缘随着一条心，现咱这么明的意，我有清楚这条灵性，恢复天缘这道灵魂，上苍伊的灵性。予咱怨天老母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理啦。我抓定金母降机啦，真缘顺道先天美，咱见到法来生，上苍有母这条心，咱只有借缘体降临。无形注定是天灵，阿母啊来到是气能，这是我通的天理，照着咱的生能真味，予我通灵这个脑神机，我再来讲着顺家正理，回到清楚咱的天界，这世人我只有打开我的天台。灵源灵性归天理，母娘引导是灵机，开源脑中这个灵性，开路稳定咱的天性，灵魂有咱正法界，徛正清楚这个灵台，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意，集中脑海。这条心是咱原天来生，我才有当今这条心，现咱原灵本意，受到正传落家啦，真源大母的声，依咱顺着母调，我来用着青天这条灵性，众生成佛。来讲到原形原神的印证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予咱落架这尊神明，转咱清楚这点理，打通归元老母心，这是清净中咱的天界，徛出着清楚脑神在。铺咱一条先天心，咱引导这么啊静，这是咱无形的天界，得通各自的心，灵魂灵性归咱命，爱咱路灵转会正，照体教化是定心力，我有这条清楚的脑神力。这是咱佛慧，老母生咱，
上界当初，上界古早，迄阵神明，这是咱青天青天的神明，对着原来这个脑神，转过着现主时，咱即马接的无调，这拢是咱的声调，嘛是咱即马这个音声。我照着这个气场，因为我是人啊，我这个身躯这个尾巴，才有这个声音嘛。声音爱气啊，气爱静静啊，你静若动就变落去啊。今日我收掉这个静，这是清的，伊才有当化气啊。啊气，伊若有足，神就明啊，规身躯的作用。所以讲，咱爱家己的身躯，啊，家己的生命，这个价值性啊，通是家己知影，唔是别人甲你讲的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啦。你要知影，爱去花啊。咱身体有毛病无？你爱去大间病院，骨力经检查出来，若相同，你就是这个病啊。啊，有诶，拢真潦草有无？诊所啊是小病院，啊，着甲你判断啊，你着开刀有无？有诶，开毋着去啊，加艰苦诶啊，忙乎粗鲁啊，拢有较市民啦。是咱即马修持中，咱嘛爱照着即个斟酌，真细腻啊，真微细，安尼来观察啦。这则是咱要行诶。正道真源的天意啦，咱落定这条心，安慰咱的天界嘛。修持一定先天甲后天爱做伙。咱即马《心经》咧讲的“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”，阴阳啊是合的，分开伊就生万万千啦。爱去三心，三心不可得；去四相，人啊，甲我众生受者。然后啊，爱伫咱即马生老病死苦中，直接升起啦。你爱超出着三界五行外啦，你这个气啊，再流通，顺清的就对啦，无清流甲我来啦。啊！你心就复杂啦。这是咱的脑神，因为先天你一定要超过着先天。这则是咱咧讲的通天本意啦。脑海啊，你会当看出着如天，因为咱要亲像如来嘛。啊，如来就是天来啊，是咱今啊这个灵性啦。因为咱要如此，现主是咱是人啊，脚踏地啊。啊，地生万万千的万物啦、啊，所有的这个例如啊、例案啊，咱来去理解、去了解啊，你才我都了脱这个复杂啊。真源的天意啦，落伫瞬间的心情啊，是咱落定一条天性，咱再来讲瞬间现的安定，真源。一点气，咱回到顺家的心，顺着母娘这条灵性，这是咱行回清楚的脑筋，内底这个神经线，这是通的啦，未拍甲未误掉的啦，受伤害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灵性。世间要讲的直通直止，天元的灵性，归咱顺家这条心，现伫咱的内定无元神，上冲这个灵气，爱咱回到顺时，灵元若无牛心，咱爱顺天行，这点则是咱的天意。清楚则是顺天，灵源的天理，
行过的清净的心意，我有母娘啊，这点心献伫咱的源头落命，上苍伊的灵气，因伫咱这么清的顺势，上苍伊的法性，生伫咱当下这口气，天元有咱本性。开源转到先天呐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性，就是咱家己的心所生。所以讲，这个就你会当因生气，无掉。真源这个天地，念念度化家己，修身合果灵机，教化定正咱的心。随着电波，咱的灵气掠定着活用咱在世。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照光显露清净，是咱一条先天美，因伫咱的内定原性啦。归咱清楚这点灵性，现伫原来咱的天命，是咱主头。这个天地是咱看到兑现的心意。我有这条灵源证，处伫咱的天元本意呀，拢是源。啊，源就是头，啊未生，迄、那个上界头啊，啊无变啦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地，咱的经络啊，顺着心啊，这个心。心是地啊，是这个土啊，因为咱人是土做的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着行回咱的心，灵源的天意啦。咱有正缘落性啊，是咱一点通发心啊，是咱见着母娘这条灵。显露是正法界，并诸则是天台啊！灵源灵性归天理啊，掠定合家咱的圣意啊！真源本意定天书，教咱团灵合本心啊！灵源主宰的天意，老母啊，拍开咱的心理。度着清体，咱的灵性教化家己的心神，拢是一点灵魂，带予咱教化的心。随着咱这么稳的灵气，咱只有行通灵啊的心，随着一条灵性显露咱的天性。阿母啊，这点。这是咱的天，我爱有顺转来心中的你啦。愿天伊的本性，做咱清净的元神。我有一条先天命，带咱顺家无牛心，归来一点气，显露清净咱的心边，兑现咱的灵性。来到主场，咱的通灵，母娘爱咱清家己，洗涤咱这世人的心。咱爱是顺着天意，老母啊定主，我以青天这个灵性，母娘的规定，我来照着这个实行，亲身呐，甲母娘相会。是咱愿天这个灵性，是咱感觉这个天命，愿灵有咱愿天性，回到源头母娘意，接到倒来归心嘛，是咱这个灵性，这个合心来性，咱才有这条先天的性，母娘啊，伊心肝苦啦，会灵。这是咱顺着先天理，世间讲的做天地心，
是咱顺着这条灵性之中的大智慧，所有的总能量是咱发射这个天意，咱的案例拢是对这生。元灵本意是天性，悟出着这条先天灵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气，带有咱的职务降心。咱有这条先天的本性啦，参着清净咱的本性，符合这条先天缘，咱来并做现世心。是咱一条先天的气场，带有咱这条神意啊，上充咱的本性，定住咱的天性，灵源的灵气，点到清净的顺利。咱有缘这条灵性，现到清净咱的天性。无形伊个本源证，咱只有随着先天心，这是咱灵魂个天界，一个正源自在。这是清楚咱个灵气，会当传个顺天灵伊个本源性，只有悟出在世间个心。我以清果这条灵性，悟到清净，咱的心性，灵魂伊会当顺天，行回正缘这条道路，这是咱的天道，嘛是咱的大道。世间讲个做明道，是咱明心道性啦。这条道路，咱有照着母娘。安尼来行啦，这就是咱通灵这个天意，照假就是照到这个声音，要悟到咱即马这个当下，甲母娘咧学诶，即种心力无边，愿天愿意是天理，接受到灵家是顺天，这是天灵啊，要讲讲叫做天命啦。咱来世道当来复命啦，天予咱这个命格，予咱这个生命，直接来学，直接来演。到尾啊，咱嘛爱世道当来啊，归咱原来母娘予咱的功课，咱照着这个责任，了脱着你现主时会感觉痛苦，安尼才有法度倒当来复命复职啦。这就是咱在世的天理，咱相款这条道路的圣意，灵魂拢是天性，开悟拢是家己的心境，度到这条先天的附带。我走金宝啊，这个时代，这是上苍的天性，老母啊的生能本质。灵源的天理，恢复清净中的灵气啦，顺着咱的心自然，产生着母娘的正法啦，是咱自然来演，生着原来咱的本性，化用咱的清净啊，一条先天的本意，要咱悟到清净的归元。是咱爱照天理，看回清空老母啊伊个心，啊，愿天有保佑，行回正缘有顺时，拢是清楚一点灵。咱爱悟到遮尼清，是咱本源这条灵性，是咱现出来这尊神明。来到这点灵性，现在咱这个孙的天性，我有一点灵源证。再来讲出家这条心，灵魂伊的灵气，
咱只有行出先天性，啊，无啊，伊个灵性来讲到正法慧能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真，带予咱母娘这么顺的意。青天有咱的灵性，一个顺家有咱的天命，这是清净中咱的灵气，浮在咱的心内，这么顺时，用咱这条灵性，归咱献出来的心，咱有元灵这个天理，咱再来做定母娘的圣意。是咱这条先天心，传到元灵咱的本性，来回到清体咱的灵源，要啊行这个心性，是咱本源的天，开咱清界这条性，这是咱的完整原品，是以正法这点气产生着顺家，咱的合心，灵源灵性修足，这就是咱清楚这个灵性，常清常净即尊神，灵魂伊爱咱拥固，咱才会当讲着清体咱的本性，永久咱天性，落伫这条灵魂。点到咱的气味，咱来顺着这么清的天性，本无咱的天元，落架顺咱的心掀开，真元显露是天意，圣凡在此驾机，灵元出定拢是命，自修安分咱的元神。一条通天本质，爱咱悟到正天的心，咱有灵源这点气，来生到金宝这尊神，这拢是咱顺家这条灵，爱咱现的这么清，灵魂伊的天性，只有来讲到顺家咱的天命。灵源伊的灵气，是咱见母这条心理。我有母娘啊的灵性，再来生出先天性，是咱一条灵源精。咱才有母娘啊，这么啊顺的家，是咱主宰这个天理，咱兑现。老母啊的心意，顺着先天的灵家，现在咱这个孙的天命啦。元天有咱见灵，阿母啊落家心清，是咱这条灵源的天理，咱转着顺该心，无形伊的本源精。咱再来取先天的元神，这是清楚咱的灵性，在世间会显明，无形伊的天意，咱只有向着元老母啊这条心，随咱这条灵气，现伫咱这么稳固的心，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性。住伫咱遮尼安定，元天有无这条神出现在世，咱的意悟出着清净这条心，现伫咱的元遮尼净，这是咱的天元的灵气来到兑现老母性。你有这点清楚的天元，我才有虚空。来自心团啊，灵魂安住咱的天意，脑中神浮见天啊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性开发老祖这条神，
这拢是咱的祖脉，引着咱的中脉，开发着咱的金丹，使咱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三丹来现出着清净，这是咱的心花，现开着咱的金光，咱才有这个金花金丹，大道的真意呀、啊，顺咱即马这个雷定的规矩。我有照着实际这条灵性，真心开源这条心，这是咱的灵源灵主，咱的祖宗开神，本源有这条天理，发射着母性金天呀，拢是母啊这条灵性，带有咱的使命降神啊，灵伊的天源。咱顺着一条心，显露则是咱的天意；开悟出家，则是咱的心，是咱一条灵源经。对着心病，咱的灵气，抓定这条天，咱引着顺家的心，真源的天界。现伫清楚咱的脑海，因咱顺着母娘心，咱才有这么顺的真意啦。是咱主宰这条灵，咱爱悟到清净中的理。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性，只有归元，咱有一点理，把握咱一天去。现伫咱源这个天诶，今日咱顺着源头头、源头头，这就是咱讲诶天理。世间讲诶，做长江诶源头、黄河诶源头、黄土高原，咱讲头头河，这是咱清净诶天理。对着源所生，因为拢是自然生，落雪有无？啊，雪才有水啊。啊，咱才有这个活水呀、啊，有清水、露水呀、啊，是咱这个灵性。咱爱是顺着天智慧水，这才是咱讲的天意呀、啊。天明、天白、天光、天有力，是咱这个能的力量。咱个人的接受度，开源本意的灵性。一个顺家，咱的天，我有这条先天的意，老母啊定住我这条心，现归是正定，咱爱顺入来是现世，转伫咱在世这条心，这是咱随着先天的本意，大母降神灵魂的天意。命理中顺天啦、啊，我有一条清道的降士呀，转咱内定母性啊，开源直通咱的天意呀、啊，心内呀、啊、这个境地呀、啊，我有遵照先天的理，咱再来回到老母啊的心，得到青天这条灵性。现伫咱行出行，随咱母娘这点愿，咱爱做主的心团，无形伊的本愿性，只有来讲到这尼啊深，这是天元这条灵性，因伫咱这尼顺路的天命，愿天老母娘伊转定。咱这个心理，这是咱通灵这个天界，活精致、活力、活新鲜，这个本能，咱本来就这么自如啊！天所生，咱拢有存在，咱拢具足，所以咱咧讲的是照着内外神甲人，咱讲的出来，这个秘仪。是咱家己要安怎开咱的密码啦，
啊，咱才会当行出着这个玄门关呐。这是个人呐、啊、来找的，咱要安怎开，才会当顺着你这个心的密码。我爱是照着事实真密切啦，甲母娘相共的，这才是天元的灵性啦。密码会浮现啦，真灵本意是天性，开源转道是天命，上苍的灵气，我爱顺道转来，这个天使啊，灵元闹母娘性啊。正甲咱的现代转正，真理的天元落伫主头这个心，无爱咱有稳定，我走这条先天意啊，这是清楚咱的灵性，生得这么自在的天性，灵魂若无娘心，我爱才会当行回。咱的天意啦，上苍这条灵性，一个元神呐出现，是咱这点灵元的天理，咱再来请用在世间的神，无形伊的灵性，守住伫咱的心胸的。今仔我只有照着母娘的圣意，心内底呀，我行出着这个运气。这是当下我的运命，爱世界完成，这就是咱通灵的本性。要学成在世间，咱照着反省，这种情境是咱这条灵气凡人啊，要倒转来现性。现就是高人啊，性就拢不达个标准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啦。我爱行的对心的用意，尽管天意是道性，教咱顺普，咱爱是朴实的。咱走这么明的圣意，无背天，无逆地，无背祖，无乱讲话。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。咱对着先天。的本性，灵源一条圣天理，开咱的源落心意，主宰这条灵性，显露清界咱的天命，是咱这条先天理，伴咱温和灵机，引咱这条通天命，我走元天无娘性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真。带有阿母啊，这点意，拢是归落来的心。我再来讲顺家现世神，灵魂若正法界，生出着清果咱的自在，是咱这条先天的真性。我再带有母娘这尊神明，显露是天官神，落来注定则是伊。开源清楚咱的脑底，我走无形降级，修咱这条灵性为准。咱爱是灵体、灵宝，这才会当顺加咱的天元。有咱这么顺，这个天意，这就是天元的开始、的使命。照实际安尼来传话。咱才有这个心听上，见咱原来这粒种子，度着正天开元时，灵元主宰上天理，开元稳定无形境，落在心头，咱的本性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性，现代咱降基的使命，真元应落现世形。转到心中归零，元天有无这条心？咱随着温和的灵气，拢是顺加咱的心来做主，咱的神，上天
的灵性，一股顺加咱的天灵，无形注定这个天意。今咱爱是天的灵性灵宝，嘛是灵质，嘛是灵自然这个生能的力，各种的变化啦。咱拢是这个生能，这个能量，予咱来用的。咱才有这个大感应度，无生有的这条心路，是咱照着安尼运作运用，咱才有法度运动啦。是咱行回这个心的力量，你才动会开啊。是咱即马要活，咱人要做神，神伊是活灵灵的啊。在世，咱就会当通用啦。这个活力啦，活气，清净的天性，咱的体力，咱的身躯啊，这个气若饱，咱的神就精彩，你就袂头晕晕、脑顿顿，失去着你现主时的精光。你若袂精光，就拢戆戆神神啊，六神无主啊！这就是六道在教，你袂分清楚啊，你无法度拜四果啊，苦集灭道这个四果啊，毋是咱即马咧讲食这个水果啦，这就是咱要恢复着正果啊，你爱倒转来这个仙界啊，下仙、上仙、中仙、上仙啊，做仙祖啊，要拜这个果位啦。毋是咧拜你亲妈咧讲个，讲啊，我用灵果啦，啊用着咱即摆咧讲柑仔啦、柳丁啦、葡萄啦，所有个果类，是咱即个心要成果。咱用着即个虔诚个心，要来向着咱虚空遮个圣贤活佛来学，因为圣贤活佛伊是坐高位高台啊嘛。意思要悟清楚，毋是咱即马讲啊！我拜什么果，我爱食，我就来买这个果买较济咧。人的私心嘛，人的乱想啊，是无毋对啦。但是你个心就假个啊！啊，假心你要拜有神吗？是咱一点灵气啦。咱爱是顺加这个天命。某娘啊，教我二十六年当中，伊毋捌讲假的一句话啦。安尼你看，拜母拜神，你是毋是爱足虔诚诶？袂当乌白用着即个心意有无？来照着你现主持诶趣味有无？啊，伫遮咧演啊，啊，即号做乌说啦、虚伪啦、乌白做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我爱是做家己，上苍诶天性，开悟即世人诶心情。是咱元天这个灵气，一股清净的顺利，照着咱的元体，元体是无形啊，无情啊，无名的形象像啊，是咱即马要讲的单纯啊，只有阿母啊，这粒精子所生的精困尔，这个精类啦。啊，这是上上品啊！今咱人，你怎我都来个上上品啊？所学的语言、口语、口气，来讲到这个磁场的力，吸咱的心要倒转来，找这个高位啊，徛高台啊。这是咱道家的天性啦、啊，自然生的恩性，灵魂的天意啦、啊。阿母啊！道家这个圣地，回到通灵这个本性，咱只有大母通神明，回到这点灵气，咱只有直看咱的心，修行尽在咱家己为主，最主要是家己顾完全就好啊啦，其他随缘啦，你免刻意啦，免攀缘啦。这就是咱讲的灵性啦，佛道有缘人啦，啊，咱人爱道有心的人啦，
是咱用安尼来讲，咱这个字呀，你才避开，你才等来看。这个案例啊，你才有法度来甲讲成，这个生甲完成。所以讲金果园林嘛，金就是原主是果就果子嘛，园林就是讲你完美完成这世人，啊，你才有入神嘛。是咱要圆满，一世人，咱好好做人啦，只求家己的安宁、安心、宁静，你这条灵魂才会当倒转来天，相通合齐啊！这就是相逢啊，相就是交啊，逢就是合啊。所以讲，咱一定爱互交，这个道才会当合家，灵缘灵性是天意嘛。咱来讲着顺家这个天理，这拢是要倒转来，咱的魂啦、物啦、色啦，这个家园，这个庄，这个村落，啊，这是咱来讲的西方净土嘛，上界清净的，亲像佛光，亲像金光，亲像咱的金刚，亲像咱的金身。这个金出头啦，啊，这是永远袂损失的啊！这个地表伊嘛袂阁加，嘛袂阁减嘛。金啊，你安那个练，伊袂起家去啊，损毛真少啊。所以讲，咱要讲的是家己的信心，要行咱的实力，咱不要实力啊。这则是咱即马修持，你要来到上界教崩的。上界真棒诶，这就是咱咧讲诶观，是咱这个天理啦。咱人拢爱做观啊，做较牛诶人啊，爱出名声啊，爱得到名利啊。虽然这是一个因义啦，但是咱无去求，咱自然安尼来做，互人会当发觉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姊妹咧讲的，咱的品格。品格是别人甲咱奉的啊，别人配合咱的啊，佩服咱的啊，唔是你家己来讲，你是虾米神啊？这就是咧讲的天理啦。咱只有活精神啊，你这股气啊，才会当通达来甲老母啊，这个精神啊，这就是咱的顺根哦。要倒转来这个新的本，元灵显露是天意啦。咱人爱追溯溯源呐，咱的祖先呐、啊，唔知咱爱清明拜望有无？咱来拜拜这个祭祭啊，啊，咱在世间这个年啊祭啊，是咱一点灵元精。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天意啦，唔知咱人有咧斟酌有无？年啊祭啊！一前十五天，甲后壁十五天，真济人会随着这个，咱即马这个节气转去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啦，造化咱的本性啦。这是先天创造啊，咱人去注意啊，咱才有这个经、这个结语来讲啊。啊，这要提醒每一个人啊，所有的咱拢是。无法度去控制咱的意外，虽然啦，唔知讲做偌济算偌济啊，你即马体偌济，体会偌济有无？啊，你着得偌济啊！今仔是咱这个心感的得啦，所以讲咱尽量做啦，尽量行济啦，啊，这则是咱的义务咩？是咱要讲到这条先天的灵性提高。咱即马这个气味、气氛、气神，是咱主宰这条天性。咱才有顺家金母啊，这尊神，这个力，神力无边无穷啊。所以讲，咱来学着当下，咱即马这个体悟啊，悟到你即马顿地这个磨练嘛，这上这枪啊。本无相，无为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啦。无心开悟，咱这条心，度着真元这个天意。
道家咱的顺序本无嘛，无善恶啊。咱人就是为囡仔有这个习性啊。那甲你学学落，你就欢喜啊。那甲你嫌有无，你就生气啊。但是宗旨是无好无歹啊，无善无恶啊，是咱去说的啊。但是咱姊妹咧讲的就讲，那重要咱甲听入去，无重要你甲听。这边听入的，这边放开。但是大道理，母娘咧甲你讲的，你爱遵行啊，照安尼来学，照安尼来做，你才会当通天啊、达地啊，倒当来天堂啊、清幽幽的所在啊。达地你着知，地伊的六道轮回生灭啦，永远是袂断的啊。咱人照我都安尼体悟。因为咱人夹伫天甲地中央啊，咱才有法度脚踏地、头抵天啊。啊，这是个人，你要安怎做？啊，这就是你这世人的成果啊。元灵本意的灵性，开悟顺家，咱的天命，元始有咱的天意，老母开元，咱的心开。